权公平。第一站来到张安，请上布幕。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特别来宾，就是我们两位最可爱的警察大头娃娃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慢慢走。大头娃娃。各位我们张安的同学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！我是今天来帮忙的主持人，也是我们彰化县警察哦，我们宣导大使，我是陈子强，大家好！来，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我们彰化儿女，我是林碧云，大家好！今天开心，我们2019年版图宣导活动第一站来到我们彰安，对，第一次，献给我们彰安国中。这时候是应该给我们什么反应呢？介绍一下这个版图活动跟以往的版图活动不一样。我们指导单位、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念一次来。好，指导单位是我们的彰化县政府，掌声鼓励。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彰化县警察局、彰化县政府教育处，掌声鼓励。保护少年协进会，功德无量。是，然后我们的协办单位是普星温度咖啡，还有香安小客车租货有限公司。谢谢。为什么呢？平常我们做公益活动、板油都是我们的公家单位，是。为什么这一次会有民间的团体？因为说得好，因为警力有限，对，民力无限。对。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很多的贵宾，我们一一来唱名啊，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哈。好，来，阿腾就喊你啦，哎，年纪多啊，鼓励了六。来，我们首先介绍我们来宾是我们警察局少年队队长，我们的严志队长，掌声。还有我们彰化分局，我们普星警友站，也是我们做公益不遗余力，我们站长许正佑。介绍一下，等一下我们看的微电影，这一次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微电影，对，出资的也是我们许正佑站长。再来介绍我们彰化保护少年协进会，我们出钱出力不遗余力的理事长徐千惠。哇，谢谢你的。再来介绍我们彰化国中哦，我们最美丽的校长林丽瓜。现在吴同学拿这张牌，我把整副牌朝上，请我们吴同学把梅花二朝下把它切进来。好，这副牌已经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牌，再次放回去。它有一张梅花二朝下，其他都朝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要请吴同学帮我拿这张牌，这副牌。再来，一二三，请你往空中抛，轻轻抛哦，不要撞到天花板，会牌散掉哦。啊，大家一起喊个神奇咒语，这隐形牌就会出现。这个咒语叫做。反毒从开始做起，那是台北叫反毒，我们现在叫剧毒 ，OK？ 哦，剧毒从你我做起，因为哈、哦、你反毒做太久了，你不能，你要跳到彰化来。好，再一次啊，剧毒，来，加电录影来，一二三，哎哎，这个神奇的咒语叫做剧毒从你我做起，来，你我做起啦，做起，再一次，一二。这个咒语叫做“剧毒从你我做起”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注意哦，准备念咒语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念咒语。隐形牌现形的哈、哦，来，不要惊讶，刚刚呢，我们吴同学有一张梅花二朝下。其他都牌都朝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有没有这张牌。来，好，每一张牌都朝上，检查看看。每一张牌都朝上，不会吧？第六张就朝下，我们看后面有没有每张牌都朝上。好，假如我把这张牌拿起来，如果是梅花二，代表我们的吴同学智商有150，他看得到隐形牌。
来，注意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如果是梅花二，请给吴同学五秒钟的掌声鼓励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们二十二世纪最厉害的，每个家家户户都要一个台万用家用机器人，可以带着它环游世界，也可以把它当空拍机在空中飞行。最厉害的是还可以帮你翻译英文、日文、德文、法文，任何语言，就是这个。接下来呢？因为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接下来要播放我们的微电影，同学。答案就在影片中，因为我们这一部微电影里面有讲到反毒、毒品还有剧毒的问题。等一下，我们准备了精美礼物，所有看完影片之后，我们要来有奖征答。来，请看影片，关灯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彰化县警察局。所拍摄的微电影《关键逆袭》，这距离应该是差不多一年半前拍的，对不对？差不多这个时间。请大家好好欣赏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许站长也准备了精美的礼物，要有奖征答。是，这是真人真事的电影，真实案例改编。阿良啊，你五个老人在伫保安局出包，你知无啊？今日来报一个啦。阿伯，喂。阿伯，喂。阿伯，出门过来出干嘛走啊？哎呦，风行，你行啊？阿伯，你行啊？所以你后边啦。你们三个假的，这边，你们只有我能动手干。阿明，去几万公里过去啦！你好，我是西湖马厩派出所的员警陈佳明，之前有打电话过来想了解之前一个学员陈烟入他的状况。哎，他的小学成绩更加优异啊，为什么突然会有一个调教？不孝的电玩店贩售毒品安非他命，让顾客熬夜连，对不对？对还是错？来来，一二两，一三，这个比较快，来。好，对还是错？有空的话，我们向我们理事长这样，向毒品说 no， yes， 让我们拿感谢状就把它亮出来。来，中间这一位大哥，一二三，来，拒绝毒品，完全没有人喊话。各位同学，剧毒从你我做起，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一